新北卫生局证实，海山国小一名学童染疫，这名男童确诊后疫调发现，他的妈妈疑似被桃园职场感染，而另一位孩子也验出阳性确诊，预计4月1号列确诊案后。对此，海山国小紧急宣布确诊男童班级停课10天，国小将安心班框列144人，包含66名学生及家长，3名老师以及20名客服班学生。我小朋友是国小的，他们学校里面就会有人讲说啊，我们学校有确诊了。不止板桥疫情稍近新北市，新北31号8个行政区出现多起染原不明个案，三峡区2位朋友按23395、23396因自觉与科技厂确诊者足迹重叠，裁剪阳性，1号又新增三峡区某国小老师也验出阳性，接触11个班级约200多名学生，全校预防性停课1天。另外，在新北市万里区也有1名按23399曾接触房仲按23283。要推荐给大家使用我们这一台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三星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好，这一台呢，其实非常适合，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都非常的适合。